三年的系统很庞大的，支线很多，技术太长，或者太长，支线很多，大家都演过。但我小时候是看欧哥系统大的，这是确定。这个我承认。哦，我刚才什么野球风云呐、啊，什么音乐深深，是不是音乐深深有吗？没有啦，跑不来啦，球拍系那块，对，掉进去。还是对不对？OK， 好，这边可以修一个。什么斧头将军？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你还记得？可见真的有够老。大家一起来。那更早了。洪哥，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，你是女儿白痴哈，就也是对你女儿傻瓜，就这样。那你平时除了开车、上完上课，还做过什么一些就是被逼得没办法不做都不行的？其实啊、哦，女儿想要要求啊、哦，女儿要求要做的事情啊，基本上我都做到了。比如说她想，本来我不会煮东西，不会煮饭的，可是呢，如果她今天跟我讲说，老婆，我今天想吃一个寿喜烧，我说好啊，出去吃啊。她说不是，我想在家吃，那我就得在家帮她弄嘛。所以寿喜烧也必须要烧出来啊，不管她什么洗不洗啊，反正烧出来是不是洗的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一定要烧出来。或者是说她告诉我说今天有什么节日啦、啊，她想要买什么东西啦、啊，或者想需要什么东西，她会变出很多名目来要求你做一些事情。可是我总是想要拒绝，就是拒绝不了，就是了。那当然，小凡常常会说我这个样子会把小孩宠坏，可是我心里都在想。就是我就这辈子就活一次，也就这么一个女儿，那不宠她什么时候宠？而且宠小孩有那种感觉，就是宠女儿或者宠小孩有那种感觉，自己也会觉得很开心。啊，当你去责备她的时候，当然我自己都觉得不舒服。所以你在家是唱白脸？哎，我在家是唱白脸，哎，小凡是唱黑脸，没错。所以女儿会跟我比较亲。现在多大？啊，多大？高中，高中的。他目前在台湾，他目前在台湾，因为我觉得他太小，应该在我的身边呢，在父母身边会比较好，所以我就把他带回来。那至于那个男生，因为大的男生，就让他自己在国外念书，就比较不理他了。这样子。不是那个男生自己交男女朋友，他就不理我。基本上是这样。男生明年就大学毕业了，所以他会留在国外。目前他是这么去考虑的，但是谁也不知道嘛，将来都不知道。哎，对，我来。他有一点怨我了，但是我说不行，你这么小，你要跟着我，万一我改天到了国外，到了美国，看到你已经是嫁作。气了那怎么办？不行，要跟我回来，所以把他拉回来。尤其在国外那种风气又比较开放，我觉得长得算是也蛮高的了，看起来像大人一样。我觉得这个太危险了，还是把他带回来比较好一点，所以我就把他带回来。是严格讲是16多，还没到，还没满17，还没满17。目前没想过这个问题，还没想过。哎，这个话题怎么变成我女儿的话题？今天一家团圆。对，因为刚刚又讲到那个，对啊，一家庭的。OK， 你们两个都没话讲。我们轮流了。对，好，轮流，好，轮流。这一场没有用。好。是很希望他不要谈恋爱啦，因为父母亲都这样。自己想想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，父母亲要管你说要不要谈恋爱，你一定很反对嘛。站在自己的立场想想，站在他的立场想想，算了，也管不了。但我是没有他妈妈那么急了，妈妈是很严格的。他就说，像我就是被你爸爸骗了，你还这样学。想每次在旁边看他那讲给女儿听的时候，好像都在骂我。Yeah.
跟你都不是一家人，好像不是，真的好像放心。我放心，姓王。会有关系，不是一家人，我们都会扯在一起。前面不是后面都会，不知道是不是，因为剧名有一家团圆，对对对，对，我一家团圆。后来那个 DNA 有演员，因为那个一家团圆是卖汤圆，那李烨就是汤圆千金。哦，他家是卖汤圆，我以为一家团圆是跟疫情有关系，是有关系，汤圆店。我想那个汤圆怎么会掉下来？你忘了，你忘了，那是灯。哦，那是灯啊，那个灯，对，那个黄色的是灯，对，那个你想象力好丰富，碗还倒扣，那个汤圆掉下来，汤圆到那个眼睛，其实是谐音的关系，是一家汤圆，不是一家团圆，谐音的关系。小燕讲一下啊，我的气色实在是好过头，你说什么？你的气色实在是好过头，你的气色是好过头吗？嗯，告诉大家。往大自然去就对了，他录影就赖我们带你录。其实我觉得就是自然的爱好者，因为这一个多月我都没上班了，从九月公司保米公司就已经结束之后，因为那时候又跟三立有接洽，就是知道后面要进出来接后面的北港线，然后我就开始把手上工作跟交接保米公司的工作分担，那我就开始玩，因为前面13个月都在公司上班，真的很认真，早上9点到晚上6点都在公司忙。然后我这2个月就开始，那就是露营跟养狗。那我觉得养狗是很疗愈身心灵的一件事情，然后去大自然是真的超放松的，就是也很疗愈啊，很非常疗愈，就去山上，然后一望无际，然后根本也没有什么，然后也没有你认识的。没有你熟悉的东西，所有东西都很原始。那我觉得就是去野外，然后去重新体验这个生活，就很觉得是这样的气氛更好。那都跟谁去？我不是有赖的，没有啦，我是跟朋友啊，或者是带我家人，那还有狗，对对对，还会带狗去。啊？男人？男性有啊。我有跟一个男人。林有心，人夫哎，他还有他老婆，然后小他女儿，他儿子啊。人家现在可对身材有信心，林有心对身材可是有信心哦。对啊，他真的很骄傲，一直在跟我炫耀他怎么减肥的这样。冠霖讲一下这一年在忙什么？我啊，就在当，都在陪儿子嘛，两个小孩子休息一下。就当农夫啊，然后回归田园，其实大家都差不多。当农夫？不是农夫，对。他是做一些什么？从无到有，然后反正采收之后就开始申请好友啊，或者大，因为之前还有出现同意，等于说向行政院环保署去当地去帮忙同意，同意片啊，然后做一些农村的东西。我要种你，我要吃你这个档期，我要吃到你种的西瓜。没问题，我来去换点。OK 好。还有你家的牛蛙也要种一只，别再讲牛蛙。牛蛙？没有，因为我刚才在跟两位在分享，就是说我干了一件很傻的事，就我从以前就很喜欢那种虫鸣鸟叫的声音，然后呢，我就去找了两只很小很小的青蛙，朋友送的，就养在我家楼上一室。然后就隔了差不多一两个月之后，然后就听到好像那种抽风、抽水机的声音动。然后我一直搞不懂啊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才发现说，晚上的时候在浇水，有一只东西从我旁边跳过，我才发现是牛蛙，一只紫色，一只绿色，巨大。然后就抓了一个多礼拜，抓到腰都闪到。他们繁殖的就对了。对，他们在池塘那上面，整个池塘上面全部都是我们吃那种青蛙下蛋。真的，他刚给我看照片，是密集恐惧症的人看的。不行，完全两缸，我就捞捞捞了两缸，那边至少上万只，绝对。上万颗还是上万只？颗啊，颗它会长大，它软很多，不见得。而且上起来的是蝌蚪。蝌蚪。它还没变蝌蚪，它就是软。它是说软，但是呢，我在那边放了一个晚上，它就开始长出蝌蚪尾巴。对。那我就在开始想啊，我如果把这边倒，假设说是一般的就是自然环境的话，它应该照顾，因为它没有天敌。然后呢，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，
送到了所有的主管，主管他们会把那些然后再弄给一些他们当饲料，对，当农民饲料或什么。我建议他养几只蛇，然后还要养猴子，猴子抓太子了。对，然后我就问他猴子是养了多久之后他变成两只？差不多两个月吧，两个月就变成。我想到他们两只居然一公一母，然后就被我很小很小的把比喻成真的蛮傻的。你们会料理，你们三杯点鸡腿，完就是好了。啊，所以后来就已经处理掉了。啊，对对对。反正就是，反正那个怎么可能捞得干净？捞得干净，捞得干净，因为它是粘稠的。是那个蛋。对，那个蛋因为很可能捞得。人家很有兴趣。就他弄一锅给你。不要。可以煮那个泡椒田鸡给你煮。没有，因为繁殖快，太快，你想它一个晚上从就是青蛙下蛋长出尾巴，太恐怖了，而且最主要没有天。所以是在自己家楼上种菜啊？对对对对对。那你儿子这些？只会吐槽你。对啊，我们父子两个就很像兄弟。不会，就像上礼拜六他带我去打篮球，然后想说也不知道这个出去他跟我单挑啊，然后就打，然后我原本就脊椎就不好，然后就10比3。OK， 到礼拜天的时候他又带我去打，打了4个多小时。然后我就说啊，教练，对不起，那你可不可以教我？就是为了要舒缓时间嘛，让我休息。他就开始认真教我，然后我在旁边认真学。结果怎么了？他说我们是可造之材。哎，他已经累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躺了2天了，主要他隔天都没感觉。现在国一。国一他已经可以打篮球打。可以，而且很准，3分。OK 的。后面还有7种，还会有7种，我们要先交场。欸，所以小燕，那个这一年休息这一年，你都没有在家男朋友？没有啊。小真的啦，这消息有鬼，真的。没有，也没有，还是你没有。太伤心了。真的吗？可能我生活太封闭了吧，因为不是公司，公司女的，然后去山上露营。你是男的，你有些是怂的，对。没有，我就是能够我身边接触到的男性也没有人要追我，然后说我的狗有在上课嘛，训练师男生的，他也不追我啊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没有啊，我超享受我现在的生活，因为我觉得其实。尤其是养了狗之后，我更喜欢，因为养狗之前是反而就是比较容易觉得孤单，可是因为养了一只狗，它其实太疗愈你的生活，而且你回到家就是有陪伴，它就像一个人一样，会哭，然后会跟你吵，会跟你玩这样。所以其实我现阶段我也没有想要交男朋友，很想回来。有小孩就好。有狗就好，小孩就不用。